啊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玩王牌制片人，开心吧？今天我比较想要赶快把角色，赶快把它介绍完。所以昨天领的怎么样啊？五十五班，五十七班，五十四班。不错哎，哎，对对对，各位观众，我今天要召唤一只角色，你们猜是谁？我觉得你们一定很羡慕我的。没错，我居然，被刷掉了耶！妹的嘞，我本来想说留给拍要拍片给大家看呢，结果被刷掉了，哎呀，好可惜，算我没注意好吗？关系了，所以每天有三张票根嘛，对不对？叠，再叠，再叠，再叠要干嘛？哦，天啊，已经不能卖了，我也太衰了吧！来，讲国中的取得方法。讲国中呢，演技派哦，成熟派，成熟型。那他的故事是，这个十二月十五到十六哦，啊，透过这个最近的积分兑换来做一个取得，哦，要一样是把碎片给合起来。古装英雄传奇，有传奇就是悬疑啊。快一单哦，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把全部都一起？占领完，我想把它全部占领完了。那你们在占领的同时，要看一下你的 money 哦。其实我们每天赚这些钱哦，就是为了要这个啦，占领。然后就可以，你就可以，就是一直，就是越来越肥这样，就有一种荣耀感这样子，跟当官很像。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归类在当官吧，我觉得。角色有当官过，这些角色有当官多吗？我觉得有有，我觉得有，see you 咯。哦，对，大家可以叫好友。